一定要先要说明，一定要先要说明，这个地方有斜斜的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先给你，先第一次打开给你看是比较好，三号、四号，好，有了。这只是小小只。这只是大只，好的，好，那看看这个的，这里跟这样子不能对得到，所以一定要来这样的角度，是吧？是咔嚓，这时候来，好好的，但是那刀子的最前面最。刀子这里有，要小心。如果你拿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地方有容易接的地方有。好，这样，好，好的，用过吗？没用过了。好，那这只是固定好好吗？是，一定固定好好，不能拿出来。但是这样子。放击的时候很危险，要拿的时候，来用这里可以直接拿的话，不是这样子，很危险。这样这个的以后，这嗯，好，但是用手有一些危险，如果安心的话，这样的工具也有。固定好的，嗯，也可以。因为我们用的是，不是人类，没有那个感染，没有污染，没有关系。但是有人是不敢污染的时候，有一些人是。来用这样子的拿下来，我这个这样子，小一点也是一样。这个是刀子，真的小的。手戒的感觉吧？啊，有出血，所以一定要这样子，还是用这姿势。直接接，那这样子也可以。如果不敢摸在这里的话，你大概开的以后，这里是马上，类似，但是这个是不好招走，一定要做的话，应该这样子。做上面是没那么好好的，有一些斜斜的，用手比较好的，但是一定要小心，不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好吗？那你带过来手到你自己试试看，小心弄错的事情呢，我不要跟人家一直说，就不要担心，你的。OK， OK 吧，学好了吧。